有风险，有怕有腮红靠起来，我这边。门票不好，越走越黑啊！就那里风嘞，天门票嘞越走越白。天气风刮，像小塞，小塞底下个连生啊，你好。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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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沟头，他们那边的天和宫要重建，啊，中建的时阵，庙亭爱清出来，找到一个木箱子，木箱子里面有乐器，啊，他们就觉得说奇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年轻人不知道，老一辈跟他以前他有车古镇的乐器，因为他们年轻人在历史店员的时候，哎，既然有这个物件嘛，是来门口买呀，就是去问嘛，征途啊，就这样问，结果。真的是有，可是几乎都，因为他们为什么都忘光了？因为他们都是以前都三年一次，然后训练完，那可是解散了，下一批又重新训练，所以说那一边重新练过的那个现在的祈祷都几乎忘光了。他们留下来就三句歌词，只有那三句歌词，然后就这样一年机会他们想恢复，那恢复就开始寻找这一些地方上的来问这些祈祷。啊、然后后来又跑去施朝阳老师那边，去那个吴先生老师那边问，可是他们又发现老一辈讲，伊咧讲诶，甲阮观点，可能伊那时代二印象是无啥共，因为他们改成那个敲啊，啊，所以讲无，啊就无，啊可刷，找无啊，啊然后刚好文化局一个纪小姐，她认识公司的一个老师，啊那个老师刚好因缘际会，他也是写车谷的海返歌。他、啊、那时候去台南大学文化所发表，他、啊、发表的时候，我们教授说：“恰够啊，不会蒙你先用，因为我是台南大学文化所的。啊”啊，你有去屌文物啊？啊，我就去，就在我们两个认识的。他、啊、认识，他刚好在讲，啊，你帮你去高雄问一下那个，他们一直找不到教练问题的，他、啊、就他刚、啊、好我去，我就他让我跑来一趟，看他们示范给我说：“哦、啊，你们这个是宝贝，就是他七想这种打法。”好，那我就跟他讲，你们要不要学？好，要学，好，那就我就。我也是重新研究了，因为我只知道这个。
去年他们训练曾经去年也来过，可是因为去年他们学校就是我也是想借由他们学校嘛，可是因为学校没教练，他们变成哇，我就发现啊完了。后来我今年来就开始教他们怎么去，没有教练怎么去产生教练，啊怎么去带，啊用一个 SOP 方他们设计一套，当啊然慢慢让这些学生慢慢有一个种子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文化慢慢扎根了？当然这是我们的过程，啊所以说借由这样来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这样，啊把文化留下。那我们就这样，也是慢慢看他们的一些片段的动作，把它慢慢再整复修复回来。哎，这也是一个文化恢复的过程。哇，就这样，我呀，啊，就慢慢的帮他们来，哇，啊，从他们的歌曲，哦，原来他们三句话是两首歌，同一个曲调，啊，再把它恢复过来。哇，这样慢慢一组一组，哦，原来你们这个环保瓜是一出小戏，然后就是这样慢慢把它组合好，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东西来做一个重新恢复。他们才有音选，要不然音卡在啊，借我们这样的因缘机会，哎，他，啊，这个就刚才有跟理事长讲啊，他们找不到老师啊，问沈敏，那，啊，沈敏说那个党里林缺个二，啊，后来讲一讲找不到，啊，后来等我来，我讲那个二林好像是在说我呢，那个林园，我是高雄县林园区，啊，我姓林，啊，那个二林是在这林园区的林老师的，啊，不是二林镇。车鼓有一个特色，原始的特色就是它的动作一定是跟歌词有关系。我要比月亮，啊，这个动作上去，它有几个动，它基本动作几个而已。这个上去指月亮，远方，很远的地方，啊，近的就这样，嗯，哦，这样它都有它的一种种那种的意涵里向。啊，练练会有的是在过场，啊，有的就是它的比什么，就是你如果听得懂歌词，你在欣赏它就能更入。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过程，这个要是你里面车过加南部车过上面无够，因字里面车过头去去叫因讲钱粮，钱钱粮钱粮滚，因恁遮在地讲钱粮啊，啊唔过无好听啊，迄，那个粮啊迄个声无好听，讲变成我咯，啊所以阮南部的拢讲叫钱粮，粮港因港是钱粮，啊那钱拢又拢又好听嘛，哦就这样。啊，他们这边是耍这个，啊，他们这一个东西原来也是七响镇的东西，所以说我们从研究知道，他这个路，他车谷这个，他这一条路线是从七响转去乾隆车谷，乾隆七响，哦，啊这样，所以我就非常保持这一条路线，啊，不要去跟我们南部的敲啊混在一起。我阿公哦，啊，你连敲啊，你搞到边边那饼啊，我凊彩我买牙连的对，啊那可是你们的特色就要保存好啊。哎，牙台不是港台吗？哦，这做赞，哦，这个就是一个特色，按哪个按的特色保留就好。啊，你不要那改变，他就改变。哦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他们这个路线是这样，那我们就因缘机会把它怎样恢复到这一个步骤，也让他们保存这个原始的东西。那至于他们以后在那个歌仔戏里面有他那乾隆棍在打，他们是在打二十响、二十四响的，可是那个是就从七响再改过去，在演化。那个响花样才多啊，响就是音响的响。七响，哎，七响兵，哎，响兵，响，因为音响的响，哎，啊，七响镇，
其实他们以前就是中国叫拍胸脯，大天看那部打赤膊，金门还看过，金门上次银城网他们我看到录影带有。啊，我们这边是在内门有，可是都是女孩子，他们这样，他们就等于是打意思了啦，不像啪啪啪。啊，因为他们这个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这样拍鼓的时候没有录音带，没有录音机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一首歌这样拍下来，哎，很痛嘞。啊，后来在这边，哎，我们这边的祖先就讲，哎，他不要盖这台拱哦，那个又有叮叮叮的声音就好听。哦，这是一个演化过程，所以说为什么改这样？怕痛啊。那高雄那边现在侠过的状况怎么样？哎，我以前在汕尾国小，他汕尾国小是从民国80年初有，可是练了到100年，就传了20几年，后来是没学生练了。那没学生我就离开了，我说那我留在那边就没意思，就能够到别的学校，他到小港去传，可是也是太忙，当主任太忙，啊，后来都没学生要练了，那就算了，啊，到国中去，啊，国中要考试，算了，啊，就这样。南部现在在校园中已经，以前都是我在带，啊，因为都没学生啊，很爽。啊，那这边有，我们当然有机会，对我们一个文化的一个保存，这边有机会，我们就要努力啊，让它文化这样，唔通变变同你博物馆内底咧展示一个讲过啊，文化不要当作化石，我一直讲，这个是活化石，啊，我们不要让文化变成化石，那就，哦，那就麻烦了啊，哦，所以说这个过程中，啊，马来克大概到三江啊。当然，一种庙，咱来讲，咱来去庙去哦，做品牌不一样哦。那是一个物质的部分，工艺、工匠艺术的部分。啊，在文化艺术的部分，我们就是两个合作，安尼去成就这个庙的文化深层的底蕴。